别说吃肉了，现在旅行业者说连喝汤的力气都没有。至少认识的旅行社至少50家解散跟歇业的。之前国旅券用剩的余额不是来补助旅行社到6月底啊？现在哪有团？现在有团骗人的。这手里的高粱再强也没有病毒强。以前呢是人生得意须尽欢，现在啊是人生得意须尽欢。谁敢跟团呢？就算交通部兴冲冲地端出振兴观光补助55亿，出团旅游的最高可以补助3万，自由行补助一人一个晚上住宿最多1300块。不过啊，得等疫情趋缓，9月才开始。但是眼下着急的是，观光旅游业人得先活下去，团才出得去。旅游业靠的是人。你现在客人找不到，前天找不到，后天找不到，你想说他明天会让你找到吗？你生病了，你要叫他赶快去练身体，准备要去跑步参加比赛，那应该是先给他药，让他先痊愈。救急的部分的话，是不是应该要先有薪资营运补贴、纾困的一个贷款或是补助，振兴的时候他才有那个力气去迎接旅客。业者拜托交通部先纾困再振兴，要救观光麻烦先救旅游业观光光。